是说，拜拜第一个吼，代表这个程度是安尼，代表后边还愈来愈好。是，你拜第一个是后边人，歹看。哈哈哈。现在，你唱歌真好听无？后边代表人唱。我前面问到一首歌，这首歌是谢金燕的歌曲，曲名叫做《功劳》。功劳。但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哎。这首歌已经真久啊，大概有七八年有。七八年哦。对，但好像就是无讲，没有人说，听到这条歌，怎讲？这是什么人唱的？所以，因为我是个人觉得说，这首歌很抒情，然后它的高低起伏其实并不难啊，并不难学习，所以是觉得说，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是很内敛的，但是因为录美歌哦，要诠释，录版诠释。你若唱了无，就是袂敢咧念歌咧。嘿，对。啊，咱来看伊讲了伊袂。哦，好听歹听，听看觅咱就。好听就爱拍娃娃。啊，若歹听嘛是爱拍娃娃。谢谢，感谢。啊，咱开始过来第一首歌曲《功劳》，掌声鼓励。Bye.
其实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其实很难得，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今天在咱新娘就办了好几场活动，好几场，对。然后这里还会客人，真的很不容易。你讲真正的遐认真，是客人。你们两个每一年吼，都是拢好滴，你知道吗？记得这样，蔡英文议员掌声要大声一点。你们看看，咱们过年主持，你以为是夜班啊？歌手每一年邀请拢无同，对，没有错。但是虽然讲吼，歌手邀请拢无同，但是每一年都不管，所以咱两个是票房保证。票房保证。嘿嘿，所以讲我们人家够有钱。有啊。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同嘛，对吧？啊，不怕人家抱啊，这个。通常你都不是这个个性，你想哪呢？来到这面来特质，啊，不讲真的吼，做这个工作是安尼啦，做好吼，人也袂好乐乐，啊，做坏吼，人就命甲要死。哎，对，没有错。吃力不讨好，但是你看，咱主管单位刚刚机关，每一年呢，拢尽心尽力甲这个活动呢。办个这么热闹，对，很精彩。我是来做配合咱创业，讲真个。他很认真，我讲实在。我吼，这今天不谈政治啦，不谈，我不谈政治，我是讲我伫 FB 上讲的，哦，工课做到要死，目睭眉甲要死，啊，做到这好难眉呢，啊，结果吼，人也是哪眉嘛哪整呢，会愈整愈济呢。啊，卖工，做官啦，其实咱人也是安尼啦，做好甲做歹，大家都会有声音啦，加减都会显，对吧？啊，会其实吼，咱做了好，搁嫌啦，加讲一定会搁较好。对对，好是嫌咧。咱离婚就是这个心态，所以我都做不好。对呀。那个双面人不要理他。我把它听进去，嫌你不要紧，你就是嫌，你就是有咧看人家。我有嫌的啊，来人都中了，都过来就赞，对不对？对，好啊，可惜吧。继续安排这一首歌曲比较不一样。这一首歌是一个韩国的歌手，对，然后他长期就是在日本发展。韩国人去。韩国人去日本发展。就像讲你当初台湾人去日本发展，艺术文化对不对？不管你会听这首歌。诶，我超爱听这首歌，这首歌就是韩人不知的，啥是不？讲好，卖吞乱，卖吞乱，阿你无空听听。我知啊，徛伫这个舞台顶是要有气质。对，本萨斯波。是。对，所以这一首歌叫做《Tokyo Home Time》。掌声鼓励，谢谢。
고속히로미야그대다오늘지금유매이소리되다와가사라기나도이시키로모여네아나다도그랬으니와도노마치比我较少年，但是主人比我较深嘛，早出道了，一般拢是安尼。